家好，我是孙淑妹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演的是林艳玉师姐的故事。我这次演的角色是一个矿工，然后叫赖南山。小心好做赖南山，手臂南山的南山。寒草甘暖为着一首歌，伊也惊好久久。我今日在外口拄到一个我足久无见面的朋友，伊有报一条当赚钱的好康给我呢。机车出来了，我弟啊，你身体也无好，就好好念存啊，莫在想有诶无啦。看袂起无要紧啦，我看吼，咱二年后啊。也开始趁食，也是开始飞，又到一首伊阿娇。点头起个辛苦阿娘，好运歹运拢是命，用心计较认真吃。有乖嘛有起心落命，个性拢袂参像，最甘是最甘是天。想袂到有高档啊来咱，竟然会当伫台北开一间店嘛！人生行到这，每一天拢会当大力的喘气，佫会当快乐去做主持，这是我阿燕啊，一世人上大的满足。希望大家能够期待，而且准时收看阿燕。